午安。谢谢卡丘送的布，大家午安。已经中午了啦，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的处女宝宝。没有网路哦，没事。晚安。你不会打中午的中文？是啊、哦。那天发现狮子王已经一周年了，一周年了！你们被这首歌洗脑一周年了，很快乐吧？呵呵。网络年限粘不上去，为什么？恭喜各位！他是怎么不给我用？超奇怪的。快乐！你会自己播吗？你会自己播？我怎么觉得我今天长得怪怪的？哦，好了，大家午安呐、啊、，Hello， 今天是礼拜五。快乐的 Friday， 各位在今天过完之后就可以放假咯，恭喜各位。恭喜恭喜。我真的觉得我今天长得怪怪的，可能是水肿吧。好可怜哦！我真的觉得我今天长得好怪。我为什么会这样子？Hello， 大家！谢谢手滑哥送的幸运草。Friday, I'm in love. 啥？今天是哎呦，没事，大丈夫的事。我的脸很软啊，它是一个我吃的早餐，还没吃午餐。我想说那是什么东西。Hello， 落日一笑笑，你不是叫落日一笑吗？吃出镜，吃镜，出镜。在那边捏脸。对啊，今天的阳光很漂亮哦。
今天的阳光很漂亮，阳光洒落。为什么？我是不是吃了特效？我是不是吃了特效？哦哦。为什么我看起来像刚睡醒？那又如何？谢谢朱里恩，我吃了特效耶！加油，阿米！今天就哦，今天就。我吃了特效，今天就是上班的最后一天哦。谢谢手滑哥送的幸运草。Hello， 大家午安哦。你们现在在干嘛？在上班吗？好吃哦，很好吃。大家是不是都在当薪水小偷？哇！恭喜米搜搜！现在是什么休息时间吗？哦，午休时间。大家都在午休哦！哇！恭喜你们，有一个愉快的午休时间。谢谢手滑哥送的剪刀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！我发现布丁狗不是布丁狗，它是兔子。我那兔子拿出来，我就变暗了。兔子，你还是在这里就好了。兔子，谢谢各位牺牲你们的午睡时间来看我直播。但是呢，很棒，好棒哦，你们！耶、yeah! 阿福就好棒棒。我要再讲一次那个笑话。有一天好帅气好美丽跟好棒棒一起去海边玩，然后好美丽跟好棒棒都掉进水里了，好帅气就想要英雄救美，然后把好美丽救起来，好美丽就说阿福就好棒棒。哦、oh, ，好的，谢谢朱莉安送的枫叶，没有关系，笑话就是要多听。一日三笑，有益身体健康，是这样讲吗？不知道。Hello， 准准，很棒吧？午安，大家午安。兔子说午安。兔子什么都会，兔子还会掌声鼓励。就是不救好棒棒，就不救好棒棒，那很可怜。现在来一个开嗓吧，应该是我睡起来都没有讲话，因为我没有人跟我讲话，我就没有讲话。我现在有点耳鸣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现在来开嗓一下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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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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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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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抱歉，小雨，我是吃特效高手。It's
OK。破音，我是应该喝点水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问题吗？什么兔子的手？哎，反面了。兔子的手，他的手是一个，我现在真的有点耳鸣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我现在在高山上，在高山上跟大家讲话，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讲，我最近在干嘛？Hello， 米悠。马上 ，Sorry， 米搜搜 ，Sorry，Hello， 米哦 ，Hello， 顺义，没有 ，Hello， 玉凤，没有，真是尴尬喽，嗨，思源，你的心之冠就这样飞走了，真的不是我的问题啦。Hello， 草莓酱，这不是我的问题吧？这不是我的问题，是谁的问题 ？Hello， 国树，是谁的问题？不知道是谁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兔子的问题。算了，它那么可爱，不要这样。是谁？哎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谢谢贝特的 love， 对，我是心之冠杀手，等我一下。哎呦喂！哎呦，我踢倒了！谢谢思源送的玫瑰。哎呦，我刚刚好不容易敲好。我今天是礼拜五，对，今天是礼拜五。然后我上次开直播是礼拜三，那大家知道我礼拜三那天去了神奇的地方，好棒！礼拜三去了一个神奇的地方。然后我现在已经回家了，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公布我去了哪里。加油，各位，你们一定能够抽中很欧的座位，超欧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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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欧。是礼拜二，不是礼拜三吗？哦，礼拜二晚上，哈，时间过得很快。那我昨天在干嘛？昨天是礼拜四，我昨天哦，我昨天哦，哇哦，哦，礼拜二晚上。哎，啊，怎么一下就到礼拜五啦？我是在干嘛？我最近发现时间过得很快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。大家都可以成为欧洲人。欧洲起来，欧洲人，我最近都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活的不知道在活的不活，我在讲什么？活的不知道去哪了。好，反正呢，我去了野柳，大家一定想不到吧？虽然我好像去过野柳很多遍了，野柳，翘打错了。我去了野柳，不过上次去好像也是一年前了。对啊，
他其实是在新北市啊，不对，他好像也不叫野柳，他算野柳吗？野柳。所以野柳是新北市吗？对啊。那很好。你那天才问过的。可是我不知道我那天到底是在野柳还是野柳。有，我去看我的贴文，我上次去野柳，在一年前有发文，然后啊，但是我这次没有去看女王头，只有一号一个人孤独的去看女王头，我这次没有看女王头。因为，对啊，一年了，很快。因为 The Lion Sleeps Tonight 也一年了。因为中午太热了，然后我跟三号都懒得去，然后一号就自己去了。我跟三号在饭店的咖啡厅吃着好吃的松饼，真的假的啊？那么短哦！哦，我一直耳鸣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道具组支援女王头近况。对啊，吹冷气。中午太热了啦，谁要去看女王头啊？道具组说没什么人，不过那天是平日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是平日哦。然后哦，那就好啊。哇，这个空白是我真情告白。他自己说他自己去的，没有人逼他去。好，我没有骂一号啊。可是你知道我那天礼拜二那天去，然后好多人哦，而且很多小孩子，超多小孩子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都是害我哦，还有 Switch。哦、我现在啊，你在干嘛啊，道具组？你要干嘛？我现在想到 Switch， 我就气。还没决定要买什么。我决定好了，我要玩赛车跟大乱斗。好。我没有玩到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可怜哦。还没有啊，是只有剧组叫我决定好游戏，他才要买 Switch。为什么要连线？下次就开箱，他说的，记下来，录下来。对，我还是没有拍到，加油，米搜搜，拜拜。好，你记错时间了，茄子。Hello， 艾斯，谁是胖丁？你是胖艾斯。真的，因为我就问堂姐，我就问姐姐，我就说，哎，我要吃特效，我又没看到。哎，可是那个连线不是要买那个什么 NSO？ 我现在会简称了。啊啦啦啦啦！傻眼，真的，那不叫买 NSO。Hello， 本丸，哈，你们有买 NSO 吗？姐姐说她没买。好啦，虽然好像没有很贵，但是因为我问姐姐说，你觉得我要买七蛋大作战还是大乱斗？她说大乱斗，因为我想玩。谢谢本丸送的枫叶。
好辣爱死。嗯，边缘人不用买哦。哦，我还想要玩前进奇诺比奥队长。耶、yeah! ！岁数姐姐不是你。对啊。可是赛车真的太经典太好玩了，我想要玩。嘛。可是，这个之后再说。可是，哦，可是大乱斗被誉为神作哎、欸，神作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知道，不一定全都要，不会啦，我以后应该是不会，我这么认真，我这么爱粉丝，我很爱护粉丝。不会在直播玩，我这么棒，我是优秀的偶像。天野米手上的石头，啊，有啊，我知道路易吉鬼屋好像也不错，他好像什么路易吉养了，可是我就是看起来好像很好，不是看起来好像很多人很喜欢，可是我一直觉得，就是他一直。没有一个吸引我的地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看过很多人都推荐很好玩，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没有一个吸引我的地方。哦，谢谢笨兽的石头。哈，那我哈好难选啊！大师主，先停下你的那个，先停下你的结账动作。我还在。那你赶快确定，我已经刚才要跟他讲。啊！我有看影片，我有看过啊，我都有看，我都有在看影片。啊！好难决定哦。哈哈，好难决定哦！啊！我都想玩。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，你到底要打几次？打错几次？阿黄，对啊，我脑波弱哎、欸，我脑波超弱。可是大师组就他也选不出来，他也不知道。嗯。啊！大师主，你觉得大乱斗跟七蛋大作战哪一个好？可以叫我们姐姐们七蛋大作战。啊！可是七蛋，可是七蛋大作战，他，哦，好吧，哦，好，你自己跟姐姐说。哦、oh, ，好啊，道具组跟我猜拳，我是气弹大作战，你是大乱斗，看谁赢，剪刀石头布，你赢了，大乱斗。对，气弹没有中文，他只有英文跟日文。我没有，我其实没有喜欢动森，我一直对动森没有什么兴趣。我之前下载了手机版，我大概玩了3分钟。就没兴趣了。Hello， 浩浩，我英文没有很好啊。哇，你好厉害、哦，阿黄叔叔，不愧是叔叔，叔叔总是这么厉害。我要继续讲那个 Switch 的部分。我不要玩，我不要玩棒球。我要继续讲那个。就是为什么我一直玩不到 Switch？ 首先、啊，我那天啊，叔叔好厉害！我那天
首先我下午实在先去了，不是因为我要讲我一直玩不到，我很生气，我对太多人太多小孩子，真是的，我都抢输小孩子。下午实在我去问了一次，他跟我讲按满了，然后6:15再来问，然后我6:15又去问了一次，他又说哦已经满了哟，然后明天9:30哦，然后我明天9:30要起床了。然后我大概9:25就已经在排队，然后我前面有很多人，那我想说应该刚刚好六组应该会刚好轮到我吧，然后呢，结果呢，等我排等到9:30他开放进场的时候，我就走进去，然后呢，我前面的人刚好是最后一个，然后我就没有了，是在 Hello， 没有，因为。我忘记穿袜子，我20分就去了，但是我忘记穿袜子，但是入场要穿袜子。他们真的是好奇怪的人哦，怎么一大早就在排 Switch？ 没关系，我自己买，怎么样？气死我了！没有关系，我自己买，我不需要排队，我自己买。气死我了，真的是气死我了。可是游戏好贵哦。哎，我有个问题就是，哎，我的裤子掉了啦。我有个问题就是，买 NS 的时候会，我有看到它有一个什么。它有一个什么那个什么，游戏什么购买券的之类的，欸，所以买 NS 的时候会，就是买数位版会比较那个吗？有比较便宜吗？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没有，我没有为了一个游戏啊，会比较便宜吗？真的比较便宜？没有，好吧。为什么你买了什么游戏？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可以跨区买，我还知道有一个比价的那个 app， 还有比价网站，它会告诉你最新最及时的最低价在哪一个区，然后你就可以跨区买。什么布丁心态？嗯？哦，我知道，好像知道这件事情。对，如果跨区那个点数就会不见。大家都买了什么游戏啊？我上次就问过了，没关系，再问一次。真的好玩吗？哎，其实我一直看到下载很多人推荐，但是我会觉得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没有吸引我的地方。哦。塞尔达是很老的经典。哦，真的。哦，是啊，当兵的时候玩过。哦，真的，那你也可以买一下，回味你的经典。你居然没有买艾斯，我现在就要买大乱斗。哇，卡丘说我都没听过。哦，那我应该不太适合玩塞尔达，你的答又打错了。我觉得不会玩，哦，应该是不会玩。我想要玩前进奇诺比奥队长，啊，那很可爱耶，奇诺比奥，我真的很喜欢奇诺比奥，奇诺比奥很可爱。喷射战士是什么？奇蛋大作战吗？哈喽喵，不要生气哦，没关系。哦，那我算了，那个先不要，我需要一些不会花很多时间玩的游戏。什么 Game Boy 是什么？好像有听过，但是我不知道什么。20年前。哇，艾斯你已经很老了。没事，不要放在心上。我想要奇诺比奥队的。可是我手机游戏，最近没什么在玩手机游戏。不会，
年十七加二十。我想要玩前进奇诺比奥队长，因为奇诺比奥好可爱。然后姐姐说她想要买耀西的手工世界，世界不是世界，世界。她觉得耀西很可爱，我觉得奇诺比奥很可爱。他们都有出各自的游戏，配角也是能有那个的。你不知道奇诺比奥是谁？Hello 喵，谢谢喵送的剪刀。BW 是什么？反正玩你也在卖掉。什么是 BW？ 哪有长得差不多？奇诺比奥很可爱，你们不知道奇诺比奥有多可爱吗？奇诺比奥真的很可爱哦。奇诺比奥，奇诺比奥，我帮你 Google 啦，你不用 Google 了。奇诺比奥真的很可爱啊！奇诺比奥，奇诺比奥真的很可爱。很可爱，小蘑菇。你说不定整场直播都会挂停。那你很棒。不是那个，那个是栗宝宝。它不是香菇，它是蘑菇。它是。那个被一直被踩的那个长得有点丑的是栗宝宝，但是他说他们的名字都好可爱哦，栗子的栗，栗宝宝啊，就是马里奥里面那个会被踩的那个会被踩的某种菇类，栗宝宝，栗。栗宝宝，因为他就真的不好看呐、啊，他长得太凶恶了。栗宝宝，没差啦，反正我又没有要吃。我的奇诺比奥真的很可爱，我应该最喜欢黄色的，因为我以前玩马里奥都用黄色的，黄色的奇诺比奥。我觉得奇诺比科就还好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有两个双马尾之类的。哈？我觉得首先奥德赛好像也是很多人推荐好玩，但是奥德赛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不会，我一定不会是一P 这个角色，我一定是那个帽子。啊、如果我要玩一批就要交给道具，如果一批就要交给道具组，因为我觉得我之前玩银河也是这样啊，银河我觉得跟奥德赛好像很像、欸、就是有一个一批跟一个二批，二批是就小小的那样，什么？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胜任一批这个角色，我只能永远当二批，所以我就觉得不知道。然后路易吉洋楼是看起来好像很好玩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吸引我的地方，我也不知道。对啊，可是就是没有，他不会可怕，他蛮可爱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还是我们改买奥德赛，脑波落哎、欸，真的很难决定哎、欸，就每个都。哈，我不能当个配角吗？不会，我今天就要把它决定好。我们今天就要把它决定好。嘿，听说很多人讲奥德赛很好玩，可是
我不知道，我现在还在耳鸣，到底为什么？值得买吗？中文字幕。哦哦哦！天劫倒数，我看了天劫倒数，突然想起来，哇，熊猫我真才点。极为优秀的游戏。我只能买两片呢、欸。它很好玩。3天时间尝试写稿。到底是多好玩？很好玩吗？怎么玩？除了形容我很好玩之外，别无他法。到底是怎么玩呢、啊？怎么玩？很好玩，怎么玩？你跟道具说的一样，借别人的游戏然后都不还。是突然想到我小学的时候，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学姐，她借了我杂志，然后我也没有还她。最主要的嘢咧，就要你去收集力量资源嘅。但得意嘅地方，有趣不是在于收集到东西，而是在于收集的过程。那你尽情听小易。我讲每一个角落头嘅时，佢真系喺差唔多每一个角落头都有。有啲力量资源可能放喺一啲比较难爬上去嘅高位啦。有啲买就对了。NPC 对你嘅一啲简单要求啦。到底是多好玩？我脑破落了，说话哥，你怎样又一直这样讲？我等下就不玩大乱斗了。你这吃鸡排在吃啊？真的呀！我很脑破弱哎、欸，道具组， yeah. 你决定？赛车，赛车是一定要的，赛车是真的一定要的。姐姐有啊，就跟他互换。不要。他们就赛车跟奥德赛。奥德赛。好，我要说了。等一下你啊啊！我真的很难搞哎、欸，我是脑波弱的人，我脑波真的很弱。嗯，因为奥德赛很多人都推荐，不行，一个太少了啦。有赛车就不要买大乱斗，为什么？赛车真的是经典。赛车听说是销量第一名，你知道了，都买。嗯，我为什么要送你啊？应该是你要送我才对吧？怎么一直换卡带？我不要送你，你为什么不送我？送我吧，应该是你们要送我才对啊，为什么是我送你们？赛车很好玩，真的很好，赛车真的很好玩啦！我从小玩到大。格斗游戏第一名，真的。可是我现在真的很脑波弱。你好棒哦！你如果要想要帮我解决烦恼，就是直接送给我。对啊，我知道啊。好吧，我们，哦哟，真的假的、啊？我一直被催眠，脑波弱的催眠。有谁有奥德赛啊？我是什么？每次看到大家都只看到董神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挑最冷门游戏，最冷门是什么？你有那送我。你要记得还人家哦，你不可以偷走人家的东西。你肯定忘记还。
不可以忘记还。你到底是有多少游戏手环哥？真的是脑破落哎、欸，我真的，我不知道啊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这到底可不可以，我真的不知道 ，I don't know, don't know。好啦，你加油，你加油。哎，傻眼，傻眼。他没有什么序号之类的吗？欸，如果什么有什么序号就可以了，你就写一个序号给我。好好笑哦，大家都买卡带哦，是哦，你们都不买数位版。嗯，姐姐都是买卡带耶，生气，真的哦。哦，对耶，那你就整台寄给我吧。大家都哦哦哦，说得好。好，我们先买奥德赛好了。我们先买奥德赛，就决定了，敲定，敲定，再抽个奥德赛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就这样，不要再改了，拜托，不要再改了。我还想，其实我之前原本很想买派对，但是因为我跟姐姐玩过很多次，我就发现派对其实会有点，对啊，我先买两款，没关系。可是我不知道，没关系，我先买全新，我之后还想要买什么再买二手。500哦，我比较想要玩，我现在还想要玩《前进奇诺比奥队长》，还有《七蛋大作战》，还有那个马六 U， 还有其实还蛮多的，好像是这样子。我会好好保存的，因为我觉得奇诺比奥队长他可买可不买啦，什么煮过头，还有那个什么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忘记了，我不想要玩友情决裂游戏。哈，煮过头好玩吗？煮过头。哎，我想到一个企划，我就拍一个我跟其他成员玩煮过头，然后看我们友情会不会决裂，就这样决定了。那你会跟他吵架吗？哦，哦，哦，就是 Overcook 哦 ，OK，OK，OK， 哎。好像煮过头其实没有很贵，对不对？我看红蓝一台加，哎，我想要灰黑，我觉得红蓝有点丑，对不起。因为那个什么，我想要帮他装壳，然后我看别人装壳装红蓝就有点怪怪，我觉得装灰黑比较好看 ，sorry。真的假的？好可怜哦。没有，因为灰黑再加上壳比较不怪啊。你知道我之前看到那个什么，别人把那个，不是他原本的长相不丑，但是加上壳就有点怪怪的。我那天就在网络上看到，超多超可爱的，就是他们去改壳哎，可是。我发现台湾好像没有人在改壳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看到大陆的。哎，不是，我是要装壳，我是为了装壳，是为了装壳。我之前有看到有什么可以选那个 Joy-Con，
我想要买那种壳，然后装上去，就粉粉的那样。干嘛吃我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知道？可是就是很可爱。可是 Joycon 不是很贵吗？可是很可爱啊！就是你看我那天看到那个一大堆超可爱，我根本就脑波弱了。没有，对我来讲不一样。你看这很可爱哎！你看，等一下，它垫不进去，很可爱耶，超可爱的。哦，以后再说。好可爱哦！你看它如果配红蓝就有点怪怪的，还是要配真的、哦。对啊，这是壳，很可爱耶，超可爱的。可是你知道是怎样吗？就是我有看到，还有人是这种，他是直接改壳，可是这个要拆零，我一定会拆坏，所以算了。嗯，它也是有贴纸，可是我怕贴纸，听说贴纸之后撕下来会伤到原本的主机，所以我就不买贴纸。不是啦，你知道我有看到大耳狗的，大耳狗超可爱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布丁狗，为什么要排挤布丁狗，我真的是很难过哎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耳狗很红，是不是第一名了不起啊？是不是？超强！可是，哦，好吧，没差啦。我还要买布丁狗的那个，我都已经选好了。欸，我的那个嘞，哦，在这里。你看我的布丁狗的那个，其实我这些周边已经挑好很久了。你看布丁狗收纳包哎，很可爱哎。啊，什么无线手把？无线手把什么？哎，各位，你、哦、我嘴巴有点干，你各位啊，请教导我这个 Switch 新手。亚军，就亚军怎么样？不是有我，像我姐姐她有两组 Joycon 就可以四个人玩。Pro 手把是不是？就是哦，就是 Pro 手把。你看大耳狗超可爱，为什么没有布丁狗？我的心都碎光光了。你看很可爱耶，就是不就是不有不就是没有布丁狗。要买 Pro 手把吗？可是我姐姐没买耶，可是哦，因为我平常我跟我姐姐都会 Joycon 玩。我是入门新手，不急哈，我是入门新手，请各位多指教。哦，我玩那个什么马里奥 U， 它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。它冲刺跟那个发射到就是同一个按键，不是同一个按键，就是反正用那个 Joycon 玩那个什么，玩那个马六 U 有冲刺跟那个发射道具都卡在一起，我觉得很难玩。什么意思？反正这都是以后的事，我们入门新手先用一般的就好了。我是萌新，漂移是啥？我好像有看过这个名字。对啊，可是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可能也没有四个人要跟我玩，严格来说是三个人。哦，真的、哦，没有关系。还好啦，我是萌新，小萌新，好像是不是很容易坏？我之前有看过，没关系，小萌新一切都没有问题的。
不要走开。香菇头会自己飘，你说奇诺比奥？送修很贵吗？可是二号在遥远的彼方，其实也没很远啦，在吃鸡排啊。哦，那就还好啊。你如果一年半，那还好吧？我以为半年就会坏掉。哦，你说圆圆的那个，我上面可以装猫爪，你知道吗？有个可爱的，真的可以装猫爪，有个可爱的猫爪，真的很可爱耶。我真的是觉得那个壳真的是非常棒的杰作，我还买了猫爪给你们看。很可爱耶。哦，你们真的是专业耶，你们是专业玩家，专业玩家，真的没关系啊，这以后再说，小萌新什么都不用管，等游戏进来就好了。他还没回复你哦。好吧，他好慢。对啊，我真的是要哭饱了，我真的是。我看虾皮上面有可以凑家庭方案的，好像一年只要100多块，但是买哦买 NSO 还好啦，应该是还行，还是在想之后再说。那我到底，我可能之后会再买另外一组 Joycon， 这样就可以四个人玩，但是没有四个人没关系，总有一天会有人跟我玩的。真的真的，可是没有人要跟我凑。我是边缘人。子萱没有 Switch 吧，他们好像是不是都没有 Switch， 不知道。不要，墨西哥好远哦，墨西哥，遥远的墨西哥，不要跟你凑。真的吗？我怎么都没看过啊？大家都有哦，我都没看过。我都不知道哎，都没看到。OK。我可以拉他入坑，或是跟他一起玩煮过头。没有啊，没有，因为像有时候就会看到一些成员，就是偶尔我们休息的时候会拿出来玩，但是没有看过韩寒跟瑞婷拿出来。哎，扣分！我要跟他讲，我要跟他讲，我要跟他告状，你完蛋了。哦，还有就是啊，对啊，大家都，哦，有些人会带去，有些人没有。子萱喜欢玩 PUBG， 跟我喜欢玩的不一样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发现大家都玩 Call of Duty， 但是只有他玩 PUBG。我去野柳啊，然后很好玩，很好玩，真的很好玩啊。我去野柳啊，然后我跟一号跟三号就去了骆驼峰，然后我们那时候是下午去的，下午4点多吧，然后我们就去骆驼峰，
不会啊，我都用平板玩，我以前都用平板玩，但我用手机也可以玩，我用手机很厉害。然后我们就去下午的时候去骆驼峰，然后那个时候，好，你继续吃，我会帮你告状，哈哈。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开始下了小雨，对啊，有伴比较好玩，还有限时间哦，有吗？他没有限时间啊，他没有管制吧。然后那时候就开始下起了小雨，但是呢，然后我们原本想说还是不要爬上去好，你有知道骆驼峰长怎样吗？但是最后还是决定上去了，结果我们一上去就开始下起了疯狂大暴雨，幸好那里面有一个类似防空洞的东西，然后我们三个就蹲在里面，然后看着外面下了大雨，结果我们最后我们就躲在这个防空洞里面。我们躲在防空洞里面，然后外面就下起了大雨，然后我们就后来想说算了，我们就没有拍影片来了，走都来不及了还拍影片，然后有我们两个有带两只伞，最后我们就在大雨中，然后看着滚滚的河水，不是河水，雨水。像河水一样的雨水，跟着雨水一起走，然后最后就湿湿的回到饭店，真是尴尬、啊。我们看起来有点好笑。躲在防空洞里面，还好啊，其实我的鞋子没有很脏，就湿掉而已。幸好有住饭店，不然就尴尬了。看还有没有？就像这样子，很好笑哎、欸！我们被困在里面。就是因为其实会有点滑 ，Hello Akira， 其实有，其实也没有很滑，一点点滑，然后都是水，然后它其实蛮斜的，其实有点危险，但还是安全的在这里了。布丁没有怎么样，布丁安全的在这里。等一下、哦。现在在这的其实不是布丁，是谁呢？到底是谁呢？我看到板丁跟杂虾了，好可爱哦！他们两个真的差不多大只，我要拿它。板丁跟杂虾。杂虾好大只哦！啊，它整个占满了荧幕。杂虾，结果我发现，你知道杂虾在网上只卖350哎、欸。对啊，超便宜的，这么大只只要350哎、欸。没有18寸，对啊，这只18英寸，真的很夸张啊！结果我们那天花了400块嘛，是吧？我们亏了50块，没有板丁，对啊，你不知道他叫板丁是吗？你刚刚真的是板丁，好大只的板丁，根本就掩埋了荧幕，他们两个都很大只哎。他们两个根本就是巨无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这也是18英寸哦，他们两个一样大哎、欸，他们都是18英寸，他们都是
18英寸，好大只哦，抱不起来，太大只了。他们都18英寸，英寸是什么？吹2.54。英寸是寸吗？哦。谢谢。他们太大只了，他们应该可以直接当主播。哦，英寸就是寸哦。哦，切。那他们当主播。啊，他这里黑黑的。我两只标签都还没拆，他这里怎么线？还有一只兔子，兔子，把他们量身高。好吧，兔子跟他们两个加起来是这样，兔子还是矮一点。在进行无意义的身高测量。啊，会飞出去了，没事。椅子，他们都。太大只了吧，这两只。你知道我的床上全部都是布丁狗，它现在我把它们排放得很整齐，看起来就像一片布丁狗海。不过现在没办法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这个好了，这个是。这个是我那个什么 IG 最近 po 的那张照片的熊，噔噔，它很可爱吧？我有三只，哎，它有脸呢，好可怕哦！哎，它叫阿黄，哎，阿黄，它叫阿黄，哎，它叫阿黄，哎，还有阿忠跟阿粉。他叫阿黄，对，就是他，他就是阿黄，还有阿忠跟阿粉，阿忠，阿粉，阿忠是卖面线，不是，我想说布丁狗可能会有那个商标的疑虑，所以我就带这个了。阿忠、阿粉，我有三只，很可爱。他们都长得一样。阿忠面线，很可爱吧？没有，他其实这两只阿粉比较特殊，他的毛有点不知道，好吧。我第一只买的是阿忠。然后第二个是阿黄，第三个是阿粉，阿米，呵呵，阿米应该不见了，他走了。不要做阿黄，阿黄那么可爱，不是那个阿黄，你是阿黄叔叔，不是阿黄，你是阿黄叔叔，不是阿黄，我不是阿丁，我是阿布。他们都很可爱耶，他们在我的沙发上，他们对啊，多了叔叔就不一样了，真的很可爱耶，真的好可爱哦，超可爱的。跟他们说拜拜，我阿珍傻眼。我是阿玉，我是阿玉。我记得有一个好像古埃及还古印度有一个叫什么阿玉王，真的有这个人。我以前读历史的时候，阿尤啊，是吗？阿尤啊。有阿玉王哦，跟你们讲，
阿育王。有哎、欸，阿育王。阿育王。他还有一间寺庙哎、欸。找给你们看阿育王。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，伟大印度伟大的国王之一。不行，我不喜欢吃咖喱。还有没有？其实还好。Hello, DJ 一，阿育王，我是阿育王。好的，我看看哦。然后我们那天去玩野柳，然后隔天早上大概我们11点就退房了。王朝在这里，什么啦？十一点就退房，然后我们就去他哦，蚊子可能是太多娃娃了。我们就去。就去他的咖啡厅吃点午餐，然后我吃了珍珠松饼，但我觉得没有很好吃，就普普通通。好，虽然你们也不知道在哪儿，应该蛮好找的吧，应该。然后吃完午餐，然后道玉组就自己一个人去看女王头了。然后太多毛毛，然后我们就等道玉组回来之后，我们就回台北了。然后我们就去看电影，我们就去看。天劫倒数，它好像8月12日才上映的，新上映的电影。它就是在说，有一个彗星撞地球，然后只剩格陵兰没事，这样。格陵兰那边有一个什么？地下基地，然后政府啊，就是只发给几个获选的人才可以进去，然后获选的都是那些有比较有用的职业，这是电影啊，就是比较有用的职业，像那个。主角男主角他是盖房子的，然后最后他们一家人收到通知，就是可以去登机，然后去格陵兰的地下基地。然后他其他的朋友都没有收到通知，他们就不能上飞机，然后就只能在他们家等死，好可怕。然后后来他们不是建筑师八部。他们就赶快开车到那个军事基地，可是他们一到那边之后，有吗？他们一到那边之后，然后就被发现他儿子有糖尿病，然后他们就说有慢性病的不可以上飞机，然后结果他们最后他们三个人都没有上飞机，然后反正就是后来男主角就跟。女主角跟她儿子就走散了，什么入住，他们就走散，然后就经历了各种波折，然后最后到了女主角的爸爸家，然后男主角在那个跟他们走失，跟他们走散的过程，知道一个情报，就是加拿大那边有飞机可以飞到格陵兰，然后
他们三个人就决定要去隔，不是要去加拿大搭飞机。真的吗？然后可是女主角的爸爸他已经老了，他不想要走，他想要留在他的家里。最后就是解决不了，彗星要怎么解决？他都已经这样，而且他是他的碎片砸下来，就整个城市就爆炸了，然后就那个震波还可以绵延好几公里，解决不了彗星，他是史无前例可怕的彗星。最后他们三个人就是男女主角跟他的儿子，然后就开车。哦，谢谢本丸，本丸回来了，你刚刚去哪里了？谢谢本丸。我把这个故事讲完就来猜拳。然后他们就开车去加拿大，等到他们到的时候，飞机都快飞走了。那可能是东环，他们就飞到那个不是，他们就开到有一架飞机突然要飞起飞了，然后他们车就停在那飞机正前面，然后就叫那个什么，叫那个机长让他们上机。机长刘宇霞就他们上机了，辛苦了。对了，今天是礼拜五。然后接着一拳超人哦，什么奥克？哦，对啊，是奥克。他们就上了飞机之后，他们就往格陵兰咯，然后最后到了格陵兰咯，可是又有一个碎片掉下来，然后造成乱流，然后他们就坠机了哟。可是没有，他那个没有买机票，因为那时候已经是无政府状态了，所以也没有人在买机票。不知道那是谁的飞机啦，反正就是一个可能就是想逃命的人们，然后开的飞机，然后再一些想逃命的人走。对，主角当然是没挂啦，机长在开飞机啊，有两个人，然后他们就坠机了，然后可是最后机长发挥了他毕生的努力，让整架飞机没有烧起来。只有机长跟副机长挂掉，因为他们冲进一个冰山里，但是其他人都生还。于是其他人就坠机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再发现哦，走了 1.5 公里就到达了基地，然后就哎，我们在这里，然后就有人开车来接他们回那个基地。然后他们回去的时候，就是尽他毕生努力避免其他人死掉这件事情。什么啦？然后他们就赶快在最后倒数的时候进入了基地，然后倒数5、4、3、2、1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一幕幕的各个地方被烧毁的情形，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倒数，就是全世界都会毁灭，就是会像之前的几次那个那叫什么，那个有个名词。世界末日，就类似世界末日，大灭绝。哦，对啊，大灭绝。Happy New Year， 没有他是说不能上飞机，不能上飞机。然后最后就 Happy New Year， 就看到各个地方被烧毁了。最后九个月后，他们就打开了门，然后就看到两只鸟在飞，然后电影就结束了，就是这样。那其实还不错，这部电影不是想不起来，是大灭绝，不是世界末日，重生这件事情。
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他们没有演到重建家园，就演到鸟飞出来结束。那我觉得，哦，还有无线电，就各个地区就开始用无线电，说，哎，你们生还吗？然后就发现，哦，各个地区都有人生还呢，算是啦，是这个颇尴尬啊，啊，就事实上就是这样。那其实有蛮多感人的点，这样就是亲情感人的点，就是当你们就是同甘苦共患难的时候，就是还蛮感动的。三号一直哭，我只哭了一下下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谢谢米手上的 love。 好了，我要来猜拳了，我的嘴巴怎么干啊，我有等一下，我擤个鼻涕。OK， 我们来猜拳。用讲的当然没有感人的点啊，因为要用演的才演得出来，不然电影的意义在哪里？大家都用讲的就好了。谢谢空白，谢谢 Ben。猜拳，今天怎么猜？你猜就好了。我猜。今天就猜咯，先来猜个三拳看看，第一拳平，第二拳胜，第三拳胜，哇，太厉害了。好的，第四拳胜，第五拳负，第六拳负，第七拳负，第八拳胜，第九拳平，第十拳胜，第十一拳平，第十二拳负，第十三拳平，第十四拳平，第十五拳胜，第十六拳胜，第十七拳负，第十八拳平，第十九拳平，第二十拳负，第二十一胜，二十二平，二十三负，二三。分之八，二三，对啊，没有到三分之一，没有到三分之一，大概三十八，反正就是好，对，没有，因为没有跟他比赛，没有比赛。谢谢本王说的掌声鼓励，还好啦，胜率现在还好，还可以啦，普通吧，普通，一颗心普通的狂跳，一瞬间烦恼全忘掉。他帮我出钱买 Switch， 我没叫我画脸，画脸都是愉悦你们。道具组根本得不到一点愉悦感，他觉得很难过，笑死。有到三分之一，没有啊？为什么？不会啊，23/8，不到三分之一啊，是吧？不到三分之一吧？为什么要画脸？我又没做错什么事情。我没有那个啊，我没有比赛啊，他是在假装开心好不好？没看到他每次帮我画脸的时候他都在哭，他就心疼啊，为什么女儿要被画脸？想太多了，道具组根本没那样想。三号没有画过我的脸，三号不想画我的脸，我的嘴巴干干的。好多人进来哦 ，Hello 大家。
Hello， 为什么呀？哦、oh, ，我在潜力上小时版获得第十名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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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六个红包。哈？有六个红包的。什么？有六个红包。哦，有六个红包 ，OK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 AKB48TTP 的郑佳玉，今年16岁，欢迎追踪我的 IG PURIN 底线 AKB48TTP。你看，我打一下。大家可以去追踪一下我的 IG 哟、哦。妈，我抢到27个阳光，谢谢，谢谢本王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好厉害哦！啊，好厉害啊！不就好棒棒？你为什么不就好棒棒？我要再讲一次，我生气了。有一天，好帅气、好美丽跟好棒棒，他们一起去海边。然后呢，好美丽跟好棒棒在玩的时候，不小心掉进海边里了，不小心掉进水里溺水了。然后好帅气这个时候就想，哦，怎么办？他们怎么掉进水里了？然后因为好帅气就想要英雄救美一下，于是他就把好美丽救起来了。然后他就问好美丽说：“好美丽，我很帅吧？”然后好美丽就说：“啊，不就好棒棒？为什么不就好棒棒呢？”很好笑吧？哈哈哈哈！我要自己自带罐头笑声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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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哈，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我要稍微改一下我的这个 P U R I N 底线 A K B 48 A。听 TP， 忘记打 IG 了。等一下 ，IG， 谢谢你们送我的玫瑰，我抢到36个，好吧，没有第一名，没关系。谢谢本王，谢谢本王。我的 IG 在这边，不知道跟你们一不一样，大家可以追踪一下哦。谢谢本丸送的剪刀石头布，看看，大家也可以送我剪刀石头布哦。打开，平，负，负，平。哇，完全没有胜率，零胜率，完全没有获胜，真是太可怜了。五全零胜，太厉害了。我的猜拳总数快要破1000了，好，其实有点遥远，971拳，虽然还没破1000，谢谢大家。971，还有29拳，大家可以送我猜拳。对，好久没听少景了。其实我们好像有点久没有玩10点半了。我们下一次直播可以玩一下10点半。下一次直播是礼拜日吧？应该是吧。如果是礼拜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玩一下10点半。有点久没有玩了，大家有没有想念10点半呢？其实有的吧，大家一直以来都很喜欢。哦，真的吗？哦，今天礼拜五。哦，对耶，没有，那没事。
今天礼拜五 ，OK。那就是下礼拜，下礼拜我忘记我播什么时候了。我最近一直忘记我在，就是我最近的直播时间有点不太规律哦，因为有点忙，所以如果下次直播有到礼拜日的话，我们就再来玩。10:30。现在哦、喔，没有要化脸啊。我暑假其实没有过得很开心哎，还好，就普普通通。你们好像感觉我很闲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很忙，你们只看到表面。谢谢大家送我的玫瑰。道具组叫我跳 no no no， 可是也不知道我下次直播他会不会来，哎，不太确定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来，会吗？是 Switch， 不知道。没有限制几级界限。要啊，还是要有返校日。他已经买了啦，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寄，不太确定。因为他教育组是跟他之前的朋友，之前的朋友，请他家的朋友帮他拿。早安，三号。他是你的朋友吗？对，你的朋友。他是什么？他是什么代理？代理？出货给游戏店家的。哦，哎，怎么黑啊？我们每次见到人第一就是第一第一第一。好，没事。不是哎、欸，反正就是没有啦，是因为我刚在外面，他刚就在里面。于是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。他不是开游戏的，他是游戏店的厂商，不知道。我要来。哎呦，什么时候突然变亮了？道具组敲完，所以我们来跳许久不见 ，no no no， 真的有点久了，应该会便宜一点，便宜一点点，很多点点嘛，好像很少点点，一点点，很少，店家也赚很少。在谁赚最多？你家靠周边赚。周边哦。我哪有赚最多？谢谢大家送我的玫瑰，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，在这儿，谢谢。灰灰，就是黑灰还是灰黑？好久没唱，不会唱了啊！好黑，灰灰哩，呐呐呐，耶耶，呐呐呐，耶耶，砰砰，扑灵扑灵，砰砰扑灵。
没唱哦，超久哎，多久了？半年。半年？那那么久？乱讲。好像我也不知道。啊！啊！谢谢本丸送的掌声鼓励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多久哎，也许一个月吧。I don't know。好像有点久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之前很常唱。我的光随着外面的阳光在变化，当外面的阳光突然变大，然后又突然变暗，然后它就会随着外面的光。谢谢本丸送的剪刀石头布，真的要下雨了吗？哇，981了，还有十，哎呦，快没电了，快没电了，还有19圈，等一下我充个电。等一下哦。要啊，好，我记得带雨具。耶、我抢到46个，差一点第一名。旁边有我的书柜，你看，我看到国中的课本。我国中的课本怎么还留着啊？应该要丢掉啊。好的，我来回猜一波。胜负平负负胜负胜胜负平负平负负平平负负平平是怎样？为什么？胜胜负负平胜胜负啊！一千了，哇哦！谢谢本丸耶！一千了，兔子拍手，一千全了，恭喜耶！呜，耶！1001，耶！谢谢本丸，谢谢大家，爱你们哟！耶！好了，我们最后一个红包也快要到了，兔子拍手，兔子也会拍手。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差不多了，不会啊，为什么会热？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差不多了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就来进行念榜时间吧。等一下哦，第十名是变成新鲜柠檬，第九名是阿米，第八名是喵，第七名是米搜搜，第六名是阿基拉，第五名是手滑哥。第四名是空白，第三名是卡丘，第二名是 Ben， 最后今天的第一名，第一名，
吃掉了，我吃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。怎么一直变暗又变亮啊？气死我了！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喽，大家拜拜，下礼拜三见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挥挥手。拜拜，拜拜。